好久没吃鸡了，今天做一个豉油鸡饭。我们将鸡髀肉去筋骨，撒点盐和豉油，用手将它揸匀。一阵间锅入边放油，将它镬烧热。首先我们煎鸡皮的面，这里是用中大火来煎，时不时用镬铲压一下鸡髀，等它受热均匀。煎到鸡皮出晒油之后呢，我们回另外一面继续煎，煎到一阵间呢放点姜和葱，煎到你的香度就可以闻到好香的葱味。咁就放两汤匙嘅米酒，两汤匙嘅豉油，再放冰糖，香叶八角，加一碗嘅滚水，大概系需要煮五分钟左右。再翻另外一面继续煮，准备收汁嘅时候咧，我哋将配料捞翻出嚟。摊冻少少咧，我哋就将佢切块，再淋翻啲酱汁，好食、简单又快捷。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